我是苏诺伊，这是我和中国的故事。还有15分钟就到北京了。现在是早上6点，我要去学校了，来不及了，走。来自西班牙的苏诺伊同学，下面我们也有请他上台来代表今天所有的入学的新生讲几句话。北京人都很客气地跟我说，哇，你中文说得太好了。我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我，我对这次留学的目的是交更多中国朋友。欢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，我们一起加油。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，这里是我的新家，我爱北京，而你们在镜头后面的你们都是我的家人。是心动啊，透过眼神的